不过，这里究竟是哪儿？醒醒，巨匠。这些人，难道是？我想问问贝提利才。问我吗？什么事？这些人是枢密会。是的，应阁下的请求，我把自己的力量借给了阁下，让戒律的守护者进行拟态，并配合了阁下的计划。巨匠，对这部分我深表感谢，托你的福，我才能在自己的领地里获得更大的力量。不，我从未允许过阁下随意利用他们，也不能容忍我的作品被那样使用。拟态现象应该不是你的所有物吧，巨匠？太无理了，我并不是在主张所有权归属，而是无理。你居然敢这么说我！好了好了，两位都冷静点吧，这里可不是争吵的地方。没错，是我冒昧。以巨匠的立场，他认为通过普遍现象进行独创性诠释，是自己的独特表现手法。同志之间，没必要因为这种问题争吵。因为他在基沃托斯确保了自己的专属领地，也是我们计划中最迫切需要的存在。真是愚蠢又怠惰的想法。不行，沙勒的老师必须要除掉。这还真的是 antagonist 了。不行，老师有危险。等等，有人在偷窥。这里吗？可这里除了我们谁也……话说的有点多了，会谈结束，我回去了。这里是这个建筑风格，这里难道是艾里乌斯自管区的？这里叫做巴西利卡，是在阿里乌斯境内。果然是你，我感知到有偷窥的老鼠，但没想到你会追到这个制胜所来。难道因为是在梦里，你就掉以轻心了吗？预言大天使，不，我是说百合园圣亚。
小鸭，醒醒！不，不行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小鸭，小鸭，他状态很奇怪。小鸭，我已经叫人了，你醒醒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小鸭？为什么？我又变成这样了。我小鸭，为什么？老师，如果你能听见我说的话，拜托你，快点逃吧。老师，请尽量远离阿里乌斯资管区，否则，老师你会被盯上您的人给。